Welcome to Andover！ 耶！来来来，来，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会从外面那边 parking 好了，就会有我们的 buggy 载你们进来，所以就会有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一个entrance。所以呢，我们首先我们的嘉宾进来了，我们就会给他们来，老婆 ，doggy。这 dog 是 baby Ron 他们做给 Angel 的，就是给 Angel 给来宾的伴手礼。然后这里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小零食，大人的，这是大人的，然后还有一份是小孩子的，超可爱，还有 Angel 的脸。这边呢还有他们可以自己拿来吃的零食，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不敢动，这样子是不敢动。我们今天呢就是能办这一场那么完美的生日派对呢，全是因为有这一间 Creo Villa 的场地。Woo!好漂亮的，这里的采光也很好看。原本呢，讲真的，原本没有这样沟里的。你别一直震动我的麦了，那边吵吵吵吵吵那边。原本呢，我们真的没有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都是因为来孙家进来，进来进来，我的好朋友孙家，他就是真的是很想很想要对 Angel 好一次，就这样简单，所以就做好这样大阵仗了。OK， 我们要看一下，因为有人来了啊，我们入门票，嘉宾来了，来入门票，入门票，耶！很有创意啊，全部全部很给面子啊，全部画笑脸，很可爱，那个很可爱，那个谁画的？然后接下来继续走，就会看到我们的网红泡泡哦，里面是可以去拍照了，是可以拍照，可以给 baby 玩那些，它里面就可以吹风啊。Next， 主角就到我们的波波池，这边有我们的波波池，主角耶 ，Hello， 哎，你很像 Angel 啊。你也在 Angel 呢，然后这个呢，就是我自己 special 要求，因为我每天在抖音上面看那网啊中国网红玩那种套圈圈很厉害的，所以我就想要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就可以给我的来宾们。一二，来给我一个，一二三，喂，怎么这样难的？哎呀，我来。看我的啊，这样算中啊？不算。哇，老李。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主要的布置啊，就在这边，就是 Angel turns one 就在这边了。因为我原本是想要说蓝色主题，但是我就觉得我想要开心的主题多一点多巴胺，所以就是彩色的主题。但是过后还是觉得采用浅色比较好，浅粉的系列，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哒哒。然后我们就用那种两粒眼睛的那种怪兽的主题。然后我们这里呢有做一个江大哥的 Angel 的头，很可爱，他的脸。然后这里就是给来宾，这里是收礼物区。然后这一个木马旋转木马，是他们临时送给我们的，又是他临时送给我们的。然后我讲，我们有要吗？有啦，我们想要。这还是这个娃娃机，还有一个娃娃机，来这边。是阿诺。特别提一下，谢谢阿诺的友情赞助。对，然后借我们这娃娃机。然后这个呢，里面的娃娃也是老婆在 Facebook 上面找回来的。来，接下来这个又是他们。通知的，我们通知声，然后就送了我们这个。你看有很多 Angel 的头。然后你看 detail， 看到吗？这边呢就有准备给我的来宾的补费啦，可以看一看。然后这边我需要重点的提一下 ，Art Oxelmo 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吃 sashimi， 所以我真的我已经 support 他们家很久了。如果大家喜欢刺身的朋友们呢？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他们的沙西米，真的太好吃了。然后呢，他们最近也有多了一个服务，就是 catering 啦，所以他们也是有帮我安排了这个 catering 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日式的 catering， 有烤串啊，有很好吃的这个 unagi， 然后还有寿司啊，少不了的寿司。所以再一次谢谢阿狗沙漠的这个
支持，因为他们讲真的，他们也是蛮临时接我这个单，所以真的很谢谢他们，一定要 support 起来。这边就我们创气域，他们的颜色，他们的白展就已经是知道非常适合，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然后甜品的话呢，我也是觉得他来充当今天的这个甜品的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的适合，因为七彩就算了，它还要是很好吃很甜的，然后每一粒都是不一样味道，所以大家可以在 IG 上面找到他们这边。哇，好酷，等一下你要看一看，真的很好吃。这边就是我们的 Cotton Candy， 然后这个 Cotton Candy 其实 Jasmine 纠结了很久，他不懂要放什么东西在这个位置，但是到最后还是选了这个 Cotton Candy， 是因为棉花糖，我相信95%的小孩子啊都会喜欢棉花糖，所以到最后我们还是选了棉花糖。什么 Pikachu， 哇，真的哦，有没有 Pikachu？ 哇，要 Pikachu 就 Pikachu。OK， 所以呢，刚才的介绍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主题好了，接下来就好好的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将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吧。Let's go。声音的礼物，哎，对，刚才我就一直提到嘛，要大家保持一个小孩子的心情，所以现在我就要保持我自己的小孩子的心情，我要抽到那个。喂，我昨天玩很容易的啊，你把难度设高。谢谢，耶，有了，不要啦，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好的人。OK， 所以。好啦，我就成功了，从这边偷走一只了啦。我今天就是要跟小孩子抢，我要跟他们抢。来啊，准备好了啊，各位，一二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大家的时间，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给他踹看抓周。哇，所以从昨天半夜开始，忙的不是我，而是工作人员们，所以我要在那边，在这个结尾这边，真的是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对这一场 event 的付出，因为他们真的是太过牺牲他们的睡眠的时间来搞这一场 event 了，非常开心，真的是让大家有体验到那个开心的感觉。我相信包括摄影师也是有那一种回到婴儿的时候的那一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场 event 是非常的大成功，然后也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来玩，开开心心的离开这样子。OK， 所以在离开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送上这个 Inner Suite 的这个 Go Back Home Gift 啊。OK， 就是感谢 Amy 的 Inner Suite 筹备的这个东西，所以非常感谢大家。OK， 所以再一次感谢 Party Event Delicious In Print In Graphic KLEO Villa 啊，感谢 DNZ， 还有感谢创奇玉。感谢双喜生的，感谢那灯泡，感谢那天空，感谢那小鸟，感谢阿 win， 感谢阿 win， 还有最后差一点忘记要谢谢这个帮我连忙赶了这样多东西的 Baby Ron， 谢谢他们的心意，讲真的是谢谢他们愿意从 JB 赶下来这样子，然后做这样多东西给 Enzo， 然后他们也有心到就送了 Baby 一个生日礼物，很大方。真心的祝福大家可以去到 Baby Run 去看一看他们的产品，所以最后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今天的这个影片啊，也希望你们可以 feel 到我带给大家的快乐的感觉。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everybody， 再见。